硕士啊，也继续谢谢两位领导。今天是特别的日，就是伫月中的中间，咱要搁举行选举，小会员的选举，下礼拜吼，搁有执事的选举。通过选举下的选举，咱这一边要选出上帝下用的工人，带动咱音乐教会伫整个过来的时间的顶面的推动。教会中职是教会的时间以及经济的一个火车头。教会中心热心带动整个教会弟兄姊妹，无论伫关怀，无论伫教育，无论伫宣教，无论伫种种的事工的顶面，中心拢是以身作则来做事工。咱看到咱永福教会过去伫遮的先人，因的努力、拍拼，我常常甲弟兄姊妹分享：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二十年前，我来到咱的中会，伫这个中会中间啊，永福教会啊，甲过去的主牧师啊，真好的一个同工，也看到永福教会伫这的同工属奉的领民一直在成长，这拢是过去这的先人因的努力、拍拼，以及咱教会这的小会员，也是咱的执事也是姊妹共同的努力。前人种树，有真好，的一个属灵培养，的一个所在，予咱后壁的人，伫人生的培养顶面，受着真好的培养，继续伫信仰的路顶面来拍拼。所以，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咱恳求上帝来帮助，予咱继续通过咱兄弟姊妹的关心，而且做伙。来整合，予永福教会伫即个大中华的地区继续来做宣教的工作。咱伫今日牧师要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十二节，这个经文用短短几行来甲听众们来分享。伫这个经文的顶面，这是摩西伊家己的祈祷。但是经文咱对圣经来看的时阵，摩西伫的一生。伊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祝福的人。伊伫个一生个内面，伊行过一生最最个辛苦、最最个苦难。遮个苦难拢是因为摩西伫个一生个内面，伊听调伫了上帝，真侪困难甲挑战。因为摩西伊伫伊个人生历程中间。伊体会到耶和华来对伊的帮助，所以因为这帮助来化解真侪的困难甲困苦。所以诗篇九十篇，摩西伊家己的祈祷，拢总伫这个诗篇，拢总大概伫这段的顶面有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摩西伊不止咧家己信仰咧个别家。像是伊通过个别家己的中间，有缘咧分享着，人伫生命中间有永恒的上帝存在，伫只固定的中间。摩西第一个呼应的祈祷，就是人的人生真短，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。所以既然安尼的时阵，摩西伊伫伊这个经文的内面。伊所呼吁的，伊在甲人讲，咱来好好来把握你的机会，我们的一生要好好的把握，不要过后悔的一生，不要过后悔的一生。因为摩西以前啊，伊领受上帝大祝福了后，伊过着丰盛的人生，过着丰盛的生命。第三个重点，摩西在甲世间人分享。
人拢是生活伫上帝的愤怒、上帝受气的下面伫过生活。这是圣经中间的记载，因为啊，人拢行伫违背上帝的路顶面。所以咱看到摩西讲咧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因的目的是要进入去迦南地，但是啊，因伫旷野40年。在那台下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在他们的生活上面，他们也做很多无公义、无谦卑、无听的很多的事，来让耶和华上帝来受气。第四个重点就是，摩西他求助、求帮助的一个祈祷。他在第一节到十二节的中间，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到的，就是永恒的上帝，永恒的上帝。上帝是永在主宰的。咱伫这个经文来甲看的时，摩西呾开始讲，伊主啊，你达世代最远徛起的所在。伊即个只有讲到主啊，主啊是咧讲的，就是上帝是伫万米的顶面，历史的主宰。耶和华上帝有伊的主权，毋是咱拢想象的。但耶和华上帝所想的，是一个小的一个想法的。耶和华上帝，伊是有伊绝对的主权，伊的主权伊有创造宇宙甲万物。所以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中间，创世纪中文的写法，太初吼上帝创造宇宙，这个宇宙是安那？是耶和华上帝伊创造来的，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是古今将来永远存在的上帝。既然是安尼的时阵，咱看到摩西伊的祈祷，第一项的祈祷，伊的祈祷就是要呼吁世间人，予世间人知耶和华上帝伊是创造宇宙，而且伊是永恒的上帝。在这个经文中间所讲的永恒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安那，永远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既然是永远的上帝，伊创造宇宙的万物，在咱的一生的中间，伊有伊绝对的主权。咱在咱的生活的内面，咱知上帝所呼咱的，咱是一个管理者。在七日的创造中间，人只是管理者，所以人所做的就是爱下伫上帝的旨意来行，行上帝的旨意的命令。这是摩西伊第一呼吁，爱人去知。摩西所呼吁的第二个就是人生的路障真正的底，真正的底。这是第三节到第六节的所在。伫第三节到第六节，摩西讲人的人生非常的短，非常的短。伊有真多的描述，伊有讲人吼，亲像大水啊，甲因流去。而且伊阁有比如迄个草，而且阁有比如人亲像困一醒。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面，我想咱有哪会去感觉讲一日一日在过，非常的紧，非常的紧。我常常甲一个同家的兄弟姊妹讲哇。现在已经过10岁了，然后才开始过圣诞节了后而已，又来哇，又一年的圣诞节快到了，2015年又要来，时间在过，真正是真正短。所以摩西通过圣经经文，伊给人的呼吁，人爱珍惜你的生命。摩西所讲的，希望我们每个人珍惜上帝给你的生命，给你的岁月，给你的日子，摩西爱咱啦，爱咱认真来过每一天，认真来过每一个月，认真来过每一年。所以像你今晚既然安尼的时阵，摩西有安尼在提醒人，在这么短的时间的内面，你是不是有真把握上帝所给你的恩义？上帝好赐你。予你个原因，诗人伊家己感觉人生真短，伊用遮个描述，一直在不断在提醒人，认真爱安那，
爱过上帝所予咱短短日子的生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有认真来过上帝予咱的每一天的头。咱毋知每一天有啥物种代志要生出来。咱看爸爸谁知，还是阮厝边的部落区，真侪人土石流来的时阵，安那，真侪人瞬间部落啊就无去，还是因的生活徛起的所在就无去。有时咱真难去想象，这个事为啥物上帝要予伊生出来？但是这个事在生出来的时阵，真侪人在想法的中间。因会感觉上帝敢无保守遮个人，其实兄弟姊妹，上帝毋是无保守，上帝有缘伫伊个生命中间，上帝有伊个时，佮有伊个期，伊有伊个时，佮有伊个期在运行。所以咱最主要重要个就是伫个时佮期，你爱好好把握即个时间、即个机会，因为上帝较水个，就是爱咱每一个人。行人生路上，这些困苦、艰难的提醒以外，在这个提醒的下面，就是这样啦。咱要认真听调在上帝的顶面，因为有一天啊，咱要去祈求天父的祝福，这是上重要。最重要就是有一天，咱要祈求耶稣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咱今晚在这短的时间的内面。你伫你地面上所打拼、所努力的，伫圣经中间的记载，摩西的经验的下面，这拢短短的过去。但是过去了后，你敢有法度扎遮地面上一切去到上帝家？兄弟姊妹，这是无可能，吼、哦，无可能。所以最重要的，毋是遮的名利，毋是遮的财富，毋是遮看有到的。摩西只是提醒人，在你一生的中间，更加重要的你要努力，就是在你信用的顶面。信用的顶面，人有一天啊，要归途，吼、哦、归途，这是圣经中间的记载。在第三节，你予人归途，吼、哦，世间人啊呐，就爱活倒转。咱是上帝所创造，托付所创造，有一天啊，要归途。所以摩西不断地用这经文啊，强调提醒人，在人的一生的中间，有真多咱无法度去知的一挂事，有可能会发生。但是伫这个发生的顶面，你是不是有准备好你家己？第三，伫第七节到十二节的所在，上帝的受气下面人的过程。人是安怎有遮个苦难？咱对圣经中间来甲看时，人个苦难因为安怎？人犯罪了后，人犯罪了后，苦难就进入人个生活顶面，人个生活顶面。总是咱对圣经中间看，上帝有缘疼人，所以通过主耶稣基督拯救个工作，来帮助伫人个身上。我们要跟上帝去合，有一天我们要去到主的身边。所以既然这样的时候，摩西一个提醒，就是在上帝受气的日子里面，兄弟姊妹，第三重点就是我们要用智慧来过一生，智慧来过一生。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他要怎去过上帝所予伊丰盛生命的生活，圣经中间的记载，智慧是对上帝来的。所以既然安尼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你有看到上帝无？有诶无信的人，我甲你分享的中间，伊讲我无看到上帝。总是有信仰的人，伊相信上帝伫伊的生命内面慢慢地做引领的工作。这经验，但是经验是对倒来，就是对圣经来，对上帝话来。所以我常常分享甲兄弟姊妹，真侪兄弟姊妹，我常常甲因做分享。兄弟姊妹，咱要得到智慧的心，智慧是对倒来，对上帝话来。
所以咱来跟读圣经，上帝的话要互你真侪快乐甲帮助。这是摩西一直在提醒兄弟姊妹所爱做。所以咱对圣经中间会看到，圣经中间的记载，尤其是圣经诗篇的第一篇，圣经的诗篇的第一篇有讲到，人爱安那，人的爱情像树，栽在溪边一半样，溪边一半样是安那树栽在溪边，因为溪边伊的水是清澈的，是没有受污染。咱的心若是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阵，就亲像这丛树栽在溪边。这水流过这丛树，和这丛树啊呐，结实侪侪，稳定侪侪。但是请问咱的人的人生嘛是安尼？你的人生要领受上帝来稳定，他祝福你也常常读这本的册，上帝的话，圣经的话，伊要真侪力大的帮助，让你军队要发上一生满有稳定。今仔无使用这个经文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摩西的祈祷，伊的确有伊的意思，因为伊有大的责任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的时间，伊拄着这艰难困苦，总是安那，伊伫伊祈祷的中间，将超越一切困难、感恩、喜乐、感谢。拢献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经文有哪真多，咱每一个人的经文，在咱的一生的中间，咱有缘，亲像摩西安尼，在你的一生内，为你将上好的来献伫上帝面前。在以后日子里面，咱会真多上帝所稳定祝福的人，咱做伙阿头。是阮听来听的上帝，我满心地感谢你。我感谢主，你通过你的话语，让我每一个家己姊妹当真好的领受。在我的一生的中间，我唔要亲像摩西，伊伫这个经文的内面，伊一生的体会，一个人伊一生的中间，伊要得到智慧的心，就是一生的内面，跟对主，你行一生的路。愿主你会当通过这个经文，会当予阮众兄弟姊妹上好的学习。阮一生的中间，阮有缘要真多主你所祝福的一生。愿安尼记得靠主的名。Amen.